让他们还在用手机哦。这个礼锦就是我们穿的衣服啊，过去都是这样手工织出来的，很厉害的，这个年轻人都不会的，太难了，因为他这个图案都是靠脑子想象力去织的，而且呢没有图片看的，像这么大一条要织完成的话要5个月到6个月才能织好一条，最重要的年轻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们看得清楚不？所以很难的，而且呢阿婆织这礼锦，它不仅仅是技术活，同时它也是个什么活，体力活，很累的啊，你要做这样90度的，用那个腰用脚去织，一做就是一天，一织每天5到8个小时，我让你们做，你们做半个小时，你们做得住不？做不住，很多人都做不住，腰酸背痛。对，我们阿婆可以做每天重复5到8个小时5到8小时身体好了，很好，不要小看我们山里面老人，所以为什么我们